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要来把我们的素材放进来了哈。好，那呢，素材可以找这一个哈。当然呢，各位呢也可以呢从这边呢汇入图片或者音乐哈。那如果直接从这个呢工具列来看的话，我们就找这个就可以了哈。汇入图片，找到呢，我们刚刚是放在所谓的素材里面哈，找到图片的地方。那呢，我们可以呢把这几张全部的选起来啊，一次可以选这么多张啊哈。好。对不对？好，这一张，这几张哈、哦。那当然啊、哦，它的顺序上你也可以来做一些调整哈、哦。比如说呢，想这一张放在前面哈、哦，它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。好、哦，它是可以呢，哦，把它的顺序，它一般是从这一张播完，在这一张，在这一张顺序。那如果你觉得它的顺序，你觉得还拍得不好，你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些调整，好、哦，让它做一些改变。这是呢，照片。这个哈、哦、照片在这边呈现的，日后呢就会被播出来。好。